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当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执行主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尔法斯·加拉耶夫的木锤重重落下，世人翘首期盼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为世界所公认。早期人类文明的画卷，沿着北纬30度徐徐展开，它途经最高峻的山脉，也串起最宽阔的大洋、平原和沙漠。其上下波动5度所覆盖的范围内，诞生了世界最古老的4大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以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而良渚文明正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在这个北纬30度为什么会诞生这几个最早的文明，这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呢，这个北纬30度附近有高大的山脉，有大河，也有平原，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能够支撑一个文化从最初，比如说从农业起源开始，慢慢到文明起源这么一个过程，它有足够的这种地理环境来支撑它。这些农业的因素或者文化的基因，就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就慢慢的才发展成了这几大文明。亲近的地缘，同样干燥少雨的气候，类似的大河滋养，使得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这3大文明都以麦作农业作为物质基础。后来在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则以玉米为基础。而中华文明是稻作与粟作文明并举的，以土木建筑为主要建筑形式，以玉器为重要文化载体的东方文明。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正是中华稻作文明的代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建立在湿地稻作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模式，也为进一步反思文明标准的设定提供了可能。今天的江南地区号称鱼米之乡，是丰饶与富足的代名词。古代的帝王，诸如隋炀帝、明正德皇帝、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竞相上演下江南的传奇故事。5000多年来，江南地区的人们延续着自良渚时代传承而来的湿地稻作生产生活模式。可以说，良渚时代的社会其实就是最早的江南。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万年上山是良渚文明以及后来江南稻作文明的源头。到了良渚时期，江南地区已经完成了水稻自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开创了犁耕农业的大发展期。
稻作产量较前代更为可观，既能满足人口增长和聚落扩张，还可负担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根据对茅山水稻田遗址的推算，当时的水稻亩产量已经超过140千克，这几乎与1950年中国水稻的平均亩产量相当。良渚时代，这样的农业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先民的奋身开拓。他们挖河堆墩，种植水稻，开创了江南地区的生产生活模式。江南地势低洼，临海滨江，夏季常有季风，海潮时常肆虐，水患威胁严重。治水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地区，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大禹的传说，还有若干大禹的遗迹，如浙江绍兴的会稽山，这里有秦始皇曾经亲自祭奠过的大禹陵。而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据说古称禹杭，是大禹舍舟登岸之地，也与它有关。大禹的传说虽非信史，但也可以看出治水英雄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现在我们知道，良渚人在良渚古城外围兴建的一系列宏大的水利系统，其时代远远早于传说中的大禹。距今5000年前，良渚人营建了谷口高坝、平原堤坝、山前长堤，共计11条水坝，围合成3座水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遗址之一，其规模也远超世界同期其他地区的水利工程。良渚水利系统具备防洪、运输、灌溉、用水等多种功能，变水害为水利，成为良渚文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到了距今4000年前，环境变迁，潮水上涌，良渚地区成为一片泽国，发达的农业区又退化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中，江南是属于扬州的范围。禹贡将九州的土地分为9等，而下夏是9等之中最下的一等，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潮湿的江南是贫瘠之地。在先秦、两汉，及至6朝时期，江南的经济条件依然远远不如中原，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环境条件。5000多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水利史。良渚人是后世江南治水的开端，治水的基因代代相承。一如良渚先民以河为道，为了交通运输便利，春秋时期吴王夫差营建了邗沟，越王勾践则营建了山阴固水道，后来隋炀帝加以利用和扩建，又历经千年的时序演变，形成了沟通南北、通江达海的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江南各地还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人工运河，丰富着交通运输的毛细血管。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长三角地区面临黄海和东海，海潮时常上涌，前有广陵潮，后有钱塘潮，蔚为天下壮观。自汉代以来就成为诗赋吟咏的对象。在缺乏防护措施的年代里，这汹涌的波涛也是沿海人们的噩梦。所以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筑起了海塘，用来抵挡海潮。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修筑前世汉海塘，还留下了钱王设潮的传说。当然，真正抵御住潮水的不是钱镠的弓弩，而是历代相沿的不断营建。浙江海塘历经2000年的持续建设维护，如今已形成绵延千里的海上长城，成为独特的文化遗产。梁主人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中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也成为后世江南人敢为天下先精神的源头。自隋唐以来，江南也从卑湿的下夏之地跃居为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域之一。到了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富庶也成为隋唐以后人们对江南的印象。在梁渚水利系统之内，梁渚人还营建了恢宏的水国王都。尽管青史湮灭不彰，但梁渚古城三重城垣结构的规划布局、建中立即的营建思想、夹河筑城的营建技术，也为后世所吸收借鉴。像梁渚人一样，江浙古镇临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奉为经典。昆山的周庄、湖州的南浔、嘉兴的西塘、乌镇、上海的枫泾、苏州的木渎，一个个小镇河西相连，桥桥相望，街市园林都可堪入画，为世人解读江南水乡提供了纵深的角度。村村有渡金，湖畔建船屋，在水乡只道是寻常。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就是太湖三山岛当地渔民的这样的一种船屋啊，它是用芦苇跟竹子这样搭起来的，这样一种人字形支撑的三角形的这样的船屋。它跟我们发现的梁渚的遗迹啊，5000年前的梁渚人的码头呢，非常的相似。我们在梁渚古城的这个卞家山遗址啊，南城墙的外面，曾经发现突出去的这样一垄一垄的插了这个芦苇的这样的遗迹。那么原来呢，我们判断它是应该是一个码头的遗迹，所以一直到后来啊，越国的贵族墓葬，它的建筑形式呢都是这样子，一个人字坡形的啊，里边放一个独木舟的棺。那么这个呢非常符合越人的一种传统。那么梁渚文化呢，那是越人的这个祖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化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从5000年从这个古代的吴越时期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传承。那么是一种非常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也非常美，非常漂亮。自梁渚时代开始，江南的人们就秉持着饭稻耕渔的饮食习惯。梁渚先民采摘的菱角、芡实、莲藕和酸枣，今天的人们也在按时令品尝，滋味和5000年前别无二致。梁渚人在日常生活中以陶器来盛煮食物，
梁祝人使用的陶器造型独特，器类多样，功能齐全，反映了梁祝人精致的日常生活。梁祝人对玉石有着异乎寻常的执念，无论是对治愈记忆的探究，还是对玉文化系统的整体塑造，梁祝人都做到了当时的极致，上演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幕。在北方出土的玉琮光纹素面居多，广泛分布于西起甘肃齐家、陕西石卯、山西陶寺，东到辽宁洪山的北方区域，且沿用时间更长，到商周秦汉仍有发现。工艺造型受梁祝风格影响颇大，时间上也晚于梁祝时代。玉琮呢，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玉琮已经达到30件，这个是跟梁祝文化跟玉琮非常相近的。这个石碣青玉琮，它的质地非常的温润细密，然后它的造型的特点跟这个浙江典型的梁祝文化晚期的这个玉琮的风格它是一致的。它这个造型的风格，它是每一节分节开槽，四方八面每一个转角雕刻出一组简化的人面纹啊。那么这个器物整体是分了10节，那么整个器物就有40个简化的人面，这样的这种风格是典型梁祝晚期的啊这样的玉琮的一个风格啊。这样的同跟它相似的器物，我们在江苏的这个四墩哈、草鞋山这几个遗址，包括上海青浦等等遗址中都有发现。那么通过文化的对比，通过器型的对比，我们把这件器物呢，把它确定为梁祝晚期的典型的玉琮。很多蜀地玉琮制作年代早于同期出土的其他器物，最受瞩目的一件梁祝晚期的青玉长琮，推测它当是古蜀时代的一件传世宝物。辗转流传至商周时期，古蜀权贵之手，仍在一些重大仪式上作为礼器被郑重待之，历经传承而后随葬，和在梁祝时并无本质区别。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地处大汶口文化南园，地理上靠近梁祝文化辐射区，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当地出土的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是有简化兽面纹的玉锥形器，长条形有断大玉奔、玉冠式，大型玉像式兼具梁祝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种特征。在远离江南的大西北，以陕西神木石卯及其附近的庐山卯遗址和甘、青、宁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为例，也可见梁祝晚期玉文化的踪迹脉络。从这件玉琮的这个玉质跟它的加工痕迹看，这件应该是梁祝之后广富林时期的玉琮。那么它被切成片，然后打了一个孔挂在身上。从玉质这些看呢，它比较像是东南地区生产的长江下游生产的东西。这个玉琮出土在府谷寨山遗址，是2019年挖的一个墓葬的墓主人的腰部。府谷寨山遗址离开石卯遗址东北面大概有6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遗址里面出土的。沿岸的庐山卯遗址也有，那么在这个山西的这个毕村遗址也有，
可见跟良渚文化相关的这个玉琮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面是非常广的。良渚玉琮的足迹溯长江而上，从太湖平原到天府腹地，曲折北上，远播黄河上游，还曾一路南下抵达珠江流域。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所出玉器几乎囊括了良渚玉器所有类型，连筒形器、锥形器、嵌玉器都有涉猎。这些器物远在岭南，种类与形制却跨越几乎良渚整个时期。此外，稍晚于良渚的龙山时代山西陶寺遗址、山东日照丹土遗址分别都有呼应良渚风格的玉琮传世，流光碎影各地不绝，甚至到殷商时代还有良渚文化的回声激荡。建筑殷墟妇好墓的各类简化浮雕兽面纹琮就是证明。今日中国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圈，连接陕川渝的西三角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覆盖苏沪浙皖的长三角经济圈，辐射粤港澳的珠三角城市带等国家级经济圈蓬勃发展。当年良渚文明传承影响之地依然彰显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良渚文明中心的良渚古城遗址，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多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自觉地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走出了一条大遗址保护的良渚之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最低限度地干预原有遗迹现象及其保存条件。1997年，横穿遗址宫殿区的104国道进行南移改道。2016年，穿过遗址核心区的祥鹏县实行永久封道。2018年，杭州绕城西富县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绕行。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20世纪90年代官亭遗址周边石矿企业，逐步恢复湿地景观，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土地流转等举措，保护和再现良渚古城遗址水美草丰的历史环境风貌。此外，加强学术研究，成立良渚研究院，为良渚学研究提供窗口和阵地。现场展示方面，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为14.33平方公里，已开放的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结构，展示面积3.66平方公里，设置有城门与城墙、河道与作坊、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等遗址展示区。场馆展示方面，1994年建立了良渚文化博物馆，又于2008年异地新建良渚博物院。院内共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组。2017年9月1日，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约1400万初一学生拿到了新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翻开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
通过刻本就能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在良渚古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考古中国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呢，我们对遥感、地质、动物、植物啊等等等等方面吧，都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促进了我们对良渚社会的认知，然后呢，也进一步明确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的利用需要创新载体，与时俱进。良渚数字文化社区把良渚作为一个文创大 IP， 将历史文化遗产素材融入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数字传媒、广播影视、工艺美术、文化娱乐等产业，让更年轻、充满生命力的良渚走进百姓生活。驻足回望，躬身相寻，我们感叹于良渚文明对史前文明在城市建制、土著、稻作、玉作诸多方面的独特示范，也看到这支江南文明超前异后、与时偕行的光彩。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更让世界重新认识、定位中华文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绝。在这一历程中，良渚文明扮演了弥足轻重的角色。良渚文明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底，代代相传，遗泽深远。考古一百年，传承五千年，这故事还在继续。